上期我们介绍了渔人村中学，今天来一起了解排行榜排名第八的 Bayview Secondary School。该校位于列治文山，成立于1960年，除提供普通课程外，还提供为成人而设的课程、半工读课程等。Bayview 中学不仅拥有精良的学习设施，包括现代化的演讲厅和实验室，藏书众多，还拥有50多个非常活跃的文娱体育俱乐部。2019年7月，在约克公立教育局公布的年度高中毕业生状元榜上，6名平均分满分的学生中，有5名华裔来自该校，再次证实了这所学校的实力。更多留学资讯，欢迎关注以威。